双方这线手目布阵来看的话，还可以是以抓出局数为主。一出局，二三垒有跑者，中职民队靠着张哲的安打，现在追成了1-3。马杰森上来对上吴俊伟。正在前一次打击是没有能够为中职民队建功哦，那现在如果能够击出安打，有机会帮助球队一举扳平。再来这个变化球并没有吸引到打者，一好两坏。目前在三垒上有拿木一样，二垒上则是张兆远，张兆远当然也代表着中职民队的追平分。俊伟，这个球再投，马杰森打高了，在三垒的界外区，现在一路追过来，那应该是没有守备的机会啊。球速现在来到了2好2坏，吴俊伟在这个时候他的投球数也已经来到20颗球了。俊伟再投，右半边的滚地球，捏手接到之后，选择要抓击球跑垒员，刘继荣踩垒包，抓到第二个出局数，不过拿莫一样也跑回了中职民队的第二分。Lucky Seven 七局下的第三名打者是刘俊豪，哎呦，这就是众望所归的概念。你接到接得好，你没接到主审就糟糕了。两个女儿就上来打吉利吉到，为什么害我爸爸？突然。感觉到眼睛看东西很犀利啊，看得更清楚。他应该没有转过去看。我是说选球啦，哎，你这边想些什么事情？真的打得好啊！哎呦，哇，这是上天这么巧啊！嗯，所以以后刘俊啊都要慈妹来加油了。慈妹加成了，就是安打了。我爱你。哎呦，这个，哎呦，安妮刚没打，太甜了啦。哇，我们的电视机都变粉红色的了。范国成也在偷笑啊，他用学历力戳塞。哇，不要严重啊！不过真的安打呢，真厉害。刚刚已经结束了，就是今天跟明天都有的上班路。因为其实，在开始前一天晚上，我们就是
讨论了说我们要怎么样可以让这个上班路变得非常有趣，然后我们大家就讨论了，刚刚我不知道你们大家有没有看到，我们有就是有一个主题，因为我们是中信兄弟嘛，所以我们的主题就是台中兄弟，然后就是让我们的团长当兄弟，然后带着一个女人，然后我们大家都是他的保镖，就是呈现一个我觉得非常玩味非常趣味的一个表现。